耶、yeah! ！收看完，对，欣赏完《One Life 花季》，暗中观察正负，用我的声音，谁是傻瓜？还有扑通扑通之后，大家开心吗？哦，还扑通扑通，不好意思，开心吗？开心。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MC 话题。哎，我发现一个规律，那个照片上是不是都是一些每个队 MC 长得比较好的人的照片？不，我觉得不是啦。是吗？你没有人想讲的吗？一，某个瞬间我吃醋了的想法；二，来 SH48 初中小时候动画片真情实感，队内笑声魔性，最想去旅游囧事。你们想讲 MC 吗？啊？不想，我们下一步。我觉得这些都。感觉一句就能讲完，好像没什么。对，每一个我其实都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不如我以为他们说换，换吗？好吧，好，那就换吧。那我你们有没有想？其实我一直有想一个事情，很想做，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跳了很多助演啊、两分半啊，对对对，或什么，其实就跳一遍还蛮可惜的。对，所以我希望就是现在给控台一丢丢的时间，能够调我们所有的对随机放歌，然后那你是在挑战他们，不是在挑战我们？我们来听到哪首歌会跳？那我们等一下他们去抢。那等的时候我们聊点什么呢？对对对，就控台随机放音乐对吧，然后我们聊点，预备好吧。我跟你说，我们随便跳。我跟你说，我刚刚看那个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来 SH48 初中嘛，刚刚一不小心晃眼了，看成了来 SH48， 你们先准备，就是看成了来 SH48 的悲哀。事实证明三年过去之后你心里面对四八有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那个初中看成了悲哀，可能长得有点像，可是你对四八的真情实感也有可能是吧。重新配眼镜吧，去验光吧。他们准备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塞，中第一次效率，我们控台真的特别厉害，控台终于有一次在线了。没有，这是我加入 GNZ 之后就控台最给力的一次。效率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哎，往后退往后退，别掉下去了。这其实今天的地板真的很滑，我也觉得真的很滑。我今天跳我疯狂在上面，对，我差点摔了。暗中观察，我暗中观察上面转圈这样的。那如果有会的就上出去吧。安全第一啊，谁会啊？虽然我不知道，放一下看一下。对，神魂颠倒第一。哎，那种不是，是不是我跳过的吗？谁哦哦哦，没听过。说来就来，爱你。好，我本来想亲兔子的脸，不小心亲到了菲菲的手，她的手碰到了我的口红，那乱亲。天哪，不知不觉又零零后又长大了一位。好棒好棒，不知不觉都是老女人了。天哪，输了输了啊！在说什么？在说什么？不要把你年轻当做你嚣张的资本。我说我也是。好好好了，下一首有吗？来，我们退回一点，不然会掉下去。啊！完全忘了。哦，这是闷汤团魂跳的那个。Yeah.
好青春有听到哎呦有点哇不会了等一下像这种歌我只能在旁边哇哇哇带我一个我们俩很期待在这里你会跳什么我好想看男鲜肉我也想看男西跳你看他今天穿什么帅 我跳这种歌是不存在的我怎么可能跳这种没事你二十环都跳过起来了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们还记得你们还记得陈丹溪在这舞台上跳过的糖吗还记得陈丹溪在这舞台上跳过恋爱循环吗不记得忘掉他对忘掉、哦、还有专属偶像呢还有吗忘掉他忘掉好好好应该不同台的曲库很多下一首吧对、啊下一首应该什么这是什么我们上去跳的我拉票、我来伴舞吧我来伴舞我不会、okay. 加油加油真的我们两个永远会忘记而且我跟你说我听见下面有人在喊这首歌的 call、啊、喊饭那个对今天太赚了太赚了大家就是可以看了好几个两分半了就已经是太赚了太值得了今天嗯，还有歌吗还有吗这样呢再来再来还有吗还有什么歌有没有我们都会的哎啊来了会跳舞的好有魅力哦我都爱上你们是啊就是这个地板太滑了对地板太滑还有什么歌还有什么我都能我很期待我想当评居然有这首歌哇这什么这几百年前的歌怎么跳来着怎么就搞笑搞事感觉台上有七只苍蝇、啊、我记得还有歌我还有歌的、啊、我好想、想跳我想跳那个我还想看我觉得大家没有跳过什么还有歌我们来我们等一下留一下控台求一下控台拜托了你们还想看吗控台说为难不是你今天穿这么帅你不想跳那个 Love Show 吗 Love Show、哦会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就是我好想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一次我都忘了来你会吗你们三个我都跳对我会我不 会但是我一跟着后面学我觉得来一个嘛控台放一个 Love Show
继续放嘛。怎么跳？我跟着你们学好不好？我没有跳过这首歌，但这首歌实在太有名了。毕竟我们 Fiona、哦、没事，给空台时间，就是我们 Fiona 真的很努力。对，不是，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吗？周五。没有拉票会，对 ，Fiona 那普通场，普通场，这是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力了，对，好恐怖，申请了两分半也不通过，就继续玩吧，没关系，也没有翻，反正也没有拉票会，反正，对啊，既然大家既然追求自己，那就贯彻到底啊，这可太，没事，你随机放嘛，不用 live show， 说不定还有别的歌我们会跳的，对，随机放。有时候我们也是无聊会自己扒着我看，谁？我以为是什么歌的前奏，谁打开了易拉罐？啪啪啪啪，没有了吗？我送那家大妹，我送那家火辣。来了来了来了，你们三个来来来。就我跟他们学的版本不一样了。继续放，继续放，还有歌吗？再放，不是主要是我跟你们俩学的版本不一样，然后我的版本跟他学的也不一样，就三个人，你们俩都不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歌吗？还有歌？三人男子偶像团体其实是一样的，有吧？我觉得有，我们控台取过很多的，对，哎，我真的很想。你怎么这么会？我就会这一个动作。菲菲，你好，你好会。我就会这一个动作，没有办法。不哥，那你们还有伸住吗？就有牵绳子吗？啊，我没跳过。差不多。跳嗨了是不是？跳嗨了，上头。后面还有啥吗？安可路，安可路，两大三。
成员饶了我，有一些成员都没有跳。不，对呀、啊，不，一定要继续放下去。因为我都没有助演，有谁没有跳过？啊、陈星宇还没有，陈星宇还没跳过。对，我想静雯还没有跳过。太难了，快放歌，放歌，放歌。他会什么？是文娱耶。嗯。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刘亦菲，你好坏坏了。不行，我们 N 三的风格就是每个人都要。讲一次 MC， 对啊，一定要，这种时候一定要 KY 一次嘛。对。欢迎。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知道 KY 一时爽，一直 KY 一直爽，但是还有吗？还是要节制一下，有吧？我觉得有。有吗？我有。空白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看到你们跳舞，给他俩随便放一首。没有，不会跳。一定要让他俩跳。这什么？是这样跳的，对，就是这样跳的，就是这样跳的。不行，还没有到洪静雯，一定要有洪静雯的歌才行。对啊，没有没有，洪静雯跳过什么？我就想跳什么？我现在想一想，洪静雯跳过什么？但是控台慢慢。我知道他们俩跳过什么。你想跳什么？直接就说。我也知道，跳过了。刚刚。你刚刚？对，我刚跳过了。哦，鱼想跳什么？嗯，问他吧。嗯，我不敢，我怕。我怕他。我记得你以前跳那个什么半兽人很好。狼与什么？哦，然后。Can I apple apple？ 那你是不是会跳那个什么？我什么那个？就是看得多的话，其实会跳。对，那首歌。嗯、XO 的。好害怕。说嘛，不要慌。没事没事，快说，你们说，空台找音乐。非常中二的一首歌，《狼与美女》。哦。有吗？有吗？你们跳过吗？我没跳过，但他喜欢，我喜欢。什么鬼？哇、wow ！稍等，稍等，稍等，不行，一定要有这首歌。毕竟这是我们总选之前的最后一个 Fiona N 了，而且粉丝都那么喜欢 Fiona N 的 MC， 想要好好表现，真的不能辜负他们。也不知道总选，也不知道总选后还有没有 Fiona N 呢？对啊，说不定就没有了呢。对啊。对啊所以呢，还是要放肆的玩一次嘛。对呀、啊。狼与秋金美女，加油！鞋也没人说没有，太滑了是吗？对啊，我刚刚看到过去了。我跟你讲，我喜欢的前面那个就是有一棵树，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对，你应该当那个狼。不行，太滑了。我记得我在飞机上，就是从运动会回来的时候，因为在飞机上太无聊了，然后头等舱嘛就很空旷，然后就写了。我这辈子，然后就很，我必须得要运用这个空间，所以我在飞机上学了一首韩舞，叫 Go Go Baby。然后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对着镜子跳过，但是我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feel。你想跳？你们能找到吗？没来，享受舞台吗？哦，真的有吗？等一下。
线了，我看不下去了，我真的是。詹妮，我有个问题，你是不是在飞机上的时候遇到了气流，然后不平稳？对对。怎么办、啊，洪静雯？就做的很有感觉，有那种颠簸的感觉。挺好的，挺好的。对吗？嗯，洪静雯到底跳了没有？我跳了，你跳了吗？他在旁边跳 了，我跳了。没事，明天你们洪静雯来首《Gashina》。不，不会、啊。对，他之前跳的那个是啥？不对，是《赛刃》是吧？别，什么来着？是他之前跳的那个。明天我再跳。啊，对啊，就是赛刃呢。那个就是赛刃，那个中文翻译过来是那个意思，哦、是那个赛刃、啊。好吧，好吧。今天控台我们结束后要没有，让他们喝奶茶。啊、不懂，没事，我明天拉票我。为什么放假日总在星期天？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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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耶，有神助吗？有吗？有。我有个神助，加西西西。啊，祝你生日快乐。原来你真人这么可爱，然后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陪伴，然后你头像真可爱，谢谢。耶、yeah. ！还有吗？没有了。没有的话，那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真的吗？哦，耶！耶！真的很滑，你们在溜冰吗？我以为是我鞋子的问题。喂，哦，真的很滑。你看这儿，哇，这是干嘛了呢？哇哦，开了拖拉机。读一下弹幕吧，来自口袋四八直播弹幕，昵称为反指是几点的粉丝说，吃薯条不停的小偶像润酱，打开了我对小偶像认知的新世界的大门，祝润酱的票数和人气都上升，不要停。昵称为。素这是咋的？硬吗？对。瞬间拿给了旁边有文化的人，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个字吗？哦，是那个皇帝的那个名字。硬对硬哦，素硬阿冰 W 的粉丝说：“嗨，从没抽过弹幕的小粉丝，默默表白润，哇，润你的今天的人气好高哦。”润在这。sorry， 来有钱看着这边说。来自斗鱼直播的弹幕，昵称为“请叫我阿泽呀”，阿泽，请叫我阿泽的粉丝说，想看 W 流北哥跳粗心女孩，哇，什么神奇的组合？想看闹姚润跳战剧，这什么奇怪的口味？这两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来采访你们。现在吧，不是。你们会跳吗？我不会跳，下次学了再来哈。我们这一组 MC 的都是不会跳舞的。对，天哪！你不要唱歌，你们敢听吗？我们是歌姬组，真的。是，我还在。你看我们这有漫绘啊、老虎啊这种。就知道我代表了我们队的那个实力的那个底线。没事，他们上一组我们底线就已经对我们底线已经很高了，对无人能超越了。对，对，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游戏嘛？是好呀，好呀。那玩什么游戏？玩什么呢？就是最近不是很风靡的一个、那个踢瓶盖那个吗？踢瓶盖，踢瓶盖吗？对。哇，我们文明一点嘛，万一踢到别人脑壳就是。那就更好了，不是？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说不定。对，这边呢，哥。这边。哇哦！准备了一个瓶子。哇哦！哇哦！赶紧把商标撕了，把商标撕了。版权意识好强。真的？对不起，以后还是可以找我们代言的。真是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水呢。对啊。对。
盖子，让我们来看看瓶盖。对不起，对不起。那要怎么样？那我们是要拿着还是说那个？因为如果是脚踢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有点危险，可能脚可能没有不太好，可能接下来的歌都不大能抬得起来。用手吧，弹瓶盖吧。对，就弹瓶盖，然后演示一下，在原地转圈十圈。谁来演示？现场来演示一下吧，我觉得。就是弹吗？好了。然后你看准哪个粉丝？但是不能转哪粉丝那个。这个个人看中别人的单推王，对，不认识怎么办？现在介绍一下，对对对，然后就本来是这样，就是这样弹嘛，哎哎，哇，浅浅输了，是要弹飞吗？就把它弹飞，哎哇，哎，那个卡出来吧，到底能不能行？可以的，可以，我刚试过。小心点哦，这么简单，好不容易，但是要转十圈，转十圈要先转十圈，然后遮住一只眼睛，遮住一只眼睛，然后再弹，对对，怎么转啊？这转的姿势有要求，就是大象那个大象鼻子，嗯嗯嗯，谁先来示范一下嘛？倩倩啦，拿，倩倩来，我亲手为你拿瓶盖。是要站远一点吧，就是不是我们这边不要站远，那边危险，站这边，倩倩倩倩弹哪儿都行，不能弹脸，当然对，张若你是想死吗？不是，来了啊，十千啊，把麦拿走了，没事，都可以，您做法呢？没关系，都行都行了，都可以。好，倩倩从这一步上就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游戏结束了。倩倩，你待会还可以吗？快！倩来找，不能十圈要五圈。你十圈了，别人五圈，岂不是？不是十圈真的太晕了，我觉得我喝没关系，就是要晕。我喝了十斤的红酒。五圈吧，五圈吧，那个五圈吧。你膝盖不痛吗？不痛不痛。那遮住眼睛来，那你再转五圈是吗？再来五圈，再来五圈，再来五圈。你休息一下吧，你最后再。他现在那个，他现在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二，你往反方向转啊，袁倩倩。一，二，三。四，这就骗了他十七圈。去吧，蒙眼睛，蒙眼睛，一个眼睛，蒙一个眼睛。哎，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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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行了。饶了刘倩倩吧。嗯，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都懂了吗？那我们就站那。哎，我发现就是对对对，闭着眼睛转会特别晕，但是你睁开眼睛就不晕，所以大家闭着眼睛转。就大家都闭上，然后转五圈。对，不要信他的，他说的一定是反话，大家一定要闭上眼睛。真的，那刚才五圈从吴雨霏开始啊，这样吧，都已经站好了，真的五圈吗？安排了，那你站在那边吗？嗯，你不要乱跑。好，我不跑，我不跑，别跑，别跑，瓶子固定好吗？好，固定了，固定了。啊，可以，来上，有个来吧，注意安全，冲呀！来，预备，注意安全，一。二三头要往下，四头要往下，身子往下，身子往下，蒙一只眼睛，蒙一只眼睛，蒙上，差点头怀松，你把超威吓了一跳，蒙一只眼睛，蒙一只眼睛，哇，你们站起来吧，这跟打桌球似的，那我就是桌球美女了。特别是我那个视角看过来特别的，但是这太近了，太近了，就一摸就摸到那瓶子。没有，你要这样转。哦，对，那下一个这么转，下一个来，小小五圈，然后要快，要快。你现在发型好可爱呀！啊，对，一二三，重点是快。我刚刚也，哎，别，下面还没小苗。保护好，保护好心瑶，要笑死谁？哎，外面站个人保护他，别下去了。一、二、三、四、五，遮住一只眼睛。他怎么还不来？太高了。
哇，好啊，哇哦，不容易啊，总是要上在冠南。来下一个，闹闹，你要想哦，风水轮流转，你这样对大家，那我一定要信瑶帮我举瓶盖呢。我觉得可以站后面，真的晕了，我们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后一点，来吧。对，你看不止我一个人傻吧，对吧？没事，都可以。嗯，对，走吧，走吧，转，这姿势不重要，重要是转。你在跳 popping 吗？来，一、二，快快整好，三、四、五，你才四分秒，哎，还有一圈，多卷，还有一圈，五，好了，惨，在哪儿？看得见吗？还带换边的，哇，好厉害啊！真的，大家都好有功德，看了我们扔了还捡回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为什么我感觉我好期待五圈不至于？那我们对，那你来十圈，转了十圈，这么想的？真的吗？如果你要低下，觉得不至于吧？我帮你拿麦吧。嗯，是的，一点都不至于。你真的不至于？我觉得我们要保护后背，十圈吧，好吗？十圈哈，润，五圈真的太简单。对，来十圈，加油，加油。一、二、三，润后面，快一点，快。润后面的舞还会跳吗？没有。张润脑门的青筋都爆出来了。润真的，润遮住眼睛，润快点，超简单的。上头了，上头了。简单吗？喝醉了。原来这么晕呀，五圈至于吗？至于吗？五圈一点都不至于哈。来，倩倩，下一个艾琳。哎，怎么了呢？没有，我待会儿再玩。倩倩，你不，你刚刚只是现在最后一个来，我先缓一下。对，她缓一缓，毕竟她可是转了17圈的女人。对，她等一下要破纪录，至少18圈嘛。你怎么回事，艾琳？艾琳吸气。艾琳，你这样转吧，你这样。这样转。不用，我教你这样转。我觉得我们公司服装部设计衣服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下哦。谁会想到我们在这儿转圈呢？一、二，你这也太慢了吧！四、五，遮眼睛，遮眼睛，遮眼睛，不是睁一遮眼睛，不是睁眼睛，失去了意识。请问是盲人吗？太快乐了。我感觉看到了艾琳在穿针的那个感觉，瞎了，我觉得看到了80岁的艾琳在穿针，对对对，这样想的，我都已经想到你，真的，几十年后为你孙子，我觉得就在那儿，然后我就没了，缝衣服，真的，然后呢，艾琳像喝醉了，散光很严重，我没醉，我没晕，你笑啥呀？你了，笑得老开心了哈，五圈不至于哈。二，你手跟老虎这个衣服无所畏惧。哇，你是不是要挑战10圈？我有遮眼睛，你看看你们这些人的嘴脸，刚刚怎么对我的哈？你这是喝醉了，来姐妹上头了，姐妹，你这5杯就上头了，姐妹，没事，快起来，你还能喝，耳朵都疼了，还能喝？不是，等下还喝？你醉了吗？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这一杯。我好了。你好了。哎，怎么可以这样？再转5圈。你好了，我们不好。不能再好的时候，你还要转个补个3圈吧。三圈，然后遮住一只眼睛，记得哈。嗯，三二一。还有3杯，还有3杯，喝了三，还有3圈。为什么少女偶像在台上醉酒？一圈，好了，够了。好了，好了，在哪儿？在哪儿？错方向了，姐妹。天哪！姐妹，你这姿势有点哈。我觉得是盖子。没事。啊！哇！很厉害，你还是有意识性选手的。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喝麻木了是吗？麻木了，来下一个，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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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你先来。啊，真的吗？真的。点到手不，谁输谁先来。好吧，我们去喝。谁先喝？哎，谁输了谁？你呀。是你呀。好，我来。五圈吗？有种喝酒前划拳的感觉。来吧，兄弟，这杯我先。可以啊，可以。做法呢？是一定要这样子转吗？对，二三，不这么转不会晕，你知道吗？喝不醉。哎呦哎呦哎呦！啊，遮眼遮眼遮眼，姐妹，姐妹你跳舞呢？不是醉拳打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真的有这么晕吗？我不信。戏多，戏够了，戏够了，戏够了。不是，我觉得演过了。不是，我爱演啊。刘倩倩真的，天哪，刘倩倩真的戏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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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过了。老娟，你别说话说这么美，像你转完，你看，他这哎去哪儿了？哎，那你背面后面，这这这，那位眼神不好。嗯，来吧，左，左，转到后面是腿软了。来来来。转，没有，从来没有大象转过。没事没事，你就像我，你快点体验一下，真的，让你真的快。要捏住自己的鼻子，这个捏住自己的鼻子。对对对，这样长了一个大象鼻子一样。捏自己的鼻子，不然你捏我的呀。然后你们俩在一起吧，不然呢？你是不是想让倩倩陪你一起转？转过倩倩吧，倩倩、太好笑了。倩倩是场上转圈最多的人。一，太好笑了。哎，我突然蒙一只眼睛，好多全身的情况下牵着。戏过了啊，戏过了啊，我牙差点没。戏过了啊，戏过了哈，戏过了。你拿着弹你的不容易是不是到当当哦，我准备好了，来吧来吧。为什么是你大象妈妈？我要我来，我要欣瑶。欣瑶就算你高你也不能高到哪儿去。欣瑶看看这边这些无辜的姐妹都是受这个人的这个仇久了。不是，我当了志愿者，我还要这样。你放在里面折磨的是自己，也是啊，太好笑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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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什么？没事没事，我说我说 good luck， 祝你好运，来来吧，来转吧，来吧，你往后站点，嗯，往后站点呢，往后来一点，前面都是我的粉丝呢。没有了，我都不认识。来一个人帮我挡一下，不要，等一下他们就转到了。看看，突然转吐了哈，来遮一下。一哦，你这个披风。四五，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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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姐上头了哈，姐吸过了哈。快快快，马上那个劲就过去了，我刚刚深有体会。哎呦哎呦，好了，一下就没感觉了，没感觉了。对，就是你下去了就还要再转吗？他让他再补两圈，他还想喝一杯，没关系。三圈、啊、三圈，就那一阵儿。对、哦、就是对 对，那我十圈吧。要马上过来。 好对，一二三四五好六，好马上七，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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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吧姐妹。哇！我要那边那边的，笑死！投篮！哇！好了，谢谢。我们这里我们应该没有谁输吧？那怎么办呢？没输也没有惩罚，那就没有惩罚喽。嗯，没有惩罚。不好意思啊，话筒拿错了，这个不敢啊。惩罚当时就是惩罚啥？没有惩罚，没有惩罚，就让动作最不标准的人来接受惩罚吧。那肯定是。那什么呀？什么惩罚？那就让没有摸自己鼻子的人。对，好惩罚。没有鼻子不敢摸，刚做的。不是开玩笑的。好，来我们来讲深柱吧。好。好。这里有个深柱，柱大灰狼在哪里？
穿小白裤去了。找不着？没有吗？真的看不到？那就对着镜头说吧。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最安心的存在。然后，对，然后想写都写在生祝里了。对，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 yeah. ！可以了，可以了。没有，来，还有人吗？走，你先，我先啊。嗯。ID 是抓住一只小闪电。啊、，Hello。然后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你的 ID 很可爱，对，你也很可爱，对，生日快乐，耶、yeah, yeah. ！还有吗？啊，我有一个生助，他的 ID 叫狂热肥宅大西瓜，好狂热，好狂热的样子，你在吗？不在，那好吧，然后对镜头说嗨，是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虽然你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然后也就是希望你非常非常希望你可以来中泰看我看我们的公演，然后希望你可以一起陪我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然后谢谢你，生日快乐，耶、yeah! hey! 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就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耶、yeah! hey!Thank you.
发现新的起点。未曾感到疲倦，我们都在拼凑心里面的碎片，试着找回我心中理想的那个人。自作聪明的角色，当理想超越负荷，才发现陷入无可自拔的深渊。
好了吗？抱出湿的行李箱，找寻照亮你我希望的光芒。对于 Fiona 来说，过去的日子可能未必尽如人意，但她自己认为她已经付出了全心、全意、全力，即使流泪也不后悔。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只是为了梦想，她愿意坚持。和我们一起并肩同行的伙伴都走上了美丽的终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想过，也曾流泪过，擦干后向前直走，在雨过天晴后，我们牵着手，我来天山盟海誓的说，我拳头加加油，这一生彼此守候，不寂寞就用尽全力。听们睡在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机长和投票环节，请大家在座位上耐心等待，听从工作人员指示，以此全员机长。耶！哎哎哎！机长，哎，还有，哦，嗨，你好，然后我有个深祝。
搞成明天的了，不好意思。嗨，在下袁三岁 ，Hello， 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了，很开心看到你今天又坐在了中间看我，然后希望你好好学习，然后那个天天开心，然后也要经常来中泰剧场看我哟，祝你生日快乐，耶！哇，你只有一个人扣你。准备好了吗？ Yeah. 没有人有神珠了吧？别再让自己去稳定锁，
神话，这世界我最大。内心的小宇宙也隐藏着脆弱，期盼着有天能够别再让自己居无定所。快来快来拯救难出来的寂寞，快抢先你的英勇。内心的小宇宙也隐藏着脆弱。